这个妇好墓呢，是1976年发掘的，藏品呢非常丰富，大大小小的文物一共是1928件，其中包括青铜器，包括玉器。商朝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社会，这种陶制的三通呢，就是古代最原始的这个排水系统，说明这种城市的雏形已经出现。它的这个结构和我们现在的排水系统呢，基本上是一样，无非就是材质的不同，体现出来我们古代人的这种高超的智慧。我们看到这个架子上啊，都是这种酒器。一类呢是这种不带柄的，叫酒菇；一种呢是带柄的，叫爵。因为这个酿酒呢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，说明当时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。另外呢，这个酒具的这种多种多样，它不但是一种实用器皿，而且带有很高的这种艺术性，说明当时的贵族啊，已经到了这种能够享受奢华的这种程度。我身后的这件铜鼎叫做司母辛铜方鼎，它是从妇好墓出土的，当时发掘出来的时候是一对儿，一件呢是珍藏在中国社科院，一件呢是放在我们殷墟博物馆，也是我们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这个鼎呢高度是80.1公分，重量是128公斤，它的这个鼎口是长方形，鼎足是圆柱形，而且是中空透底，鼎身上面纹饰非常丰富，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饕餮兽面纹，一种是乳钉纹。鼎的内壁一侧刻着三个铭文：司母辛，司就是祭祀的意思，那么母呢就是母亲，辛呢就是这个鼎的主人的庙号。鼎主人辛到底是谁呢？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武丁王后女将军妇好。妇好呢能力非常出众，他不但帮助武丁处理朝政，而且呢他还有领兵打仗的军事才能，他指挥的战争呢几乎是每战必胜，为殷商王朝立下了这个赫赫战功。武丁王不但赐予他封地，而且呢还多次让他主持大型的祭祀活动，所以说呢妇好是集王后、女将军、封地首领和祭司于一身的一个传奇性女性。这位3000多年前的秦女子，以她短暂而辉煌的一生，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重要的阶段竖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。